炸鸡。这有点太少。我走了，这家伙。嗯。你要把这玩意都开进去。好吃。八爪鱼的筛啊，叔叔有多少个头？多少个头给我多少个双击。来花甲啊。这是表演真正的技术，上刺刀。还行吧，吃吧。长成这个样，我们家铁子有没有认识他是什么的？大地雷一样，手感超级超级好。认识的评论下方打出来，等会儿我就吃它喽。哎呀，手感太好，哎呦！烤鸡面。小人参一口闷啊，闷得下，来吧来吧，给个双击。哇，太有食欲了。有个壳，壳呢？十岁以上的给个双击，二十岁以上的给个关注，来两个变异的菊花豹，喜欢哪个颜色对着哪个颜色点两下啊！大长腿。骨头都糊烂了。粉条。这个是青豆炒的柚皮。咦？毛。拔的挺干净啊，一根一根拔的，走个皮老铁啊。肥的多烂啊，宽粉双击啊，老香了。吃个藕盒，嗯，味道很不错。小爱心，排骨鸡。
接着吃。这个是实的，老铁们，肥美的大长头啊，大富大贵的老铁，双击都给了啊。蒜蓉粉丝蒸扇贝呀、啊，这是我特别爱吃的。油炸鸡叉骨，OK 了，美食做好了啊！这个是那个菌菇丸子汤，奶白汤的，非常好吃，非常简单，做法在上个视频。哎呀，这才适合吃馒头。喜欢的给双击加关注啊，谢谢。老子小烤肠，今天吃米线。合张饼吧，山珍海味水果搭配，三姐今天要秒一个，如果秒得下，留下你的小红心。这两个绿油油的，你们看封面猜出来这是啥了吗？它是没切开的榴莲斑节，一口吞了，然后放弃。继续。刚刚的虾子再也飞不动了，因为它红了。再吃一个啊！马上开播，四川腊肉的肘子，满口油。扣肉，海兔再来一个，刚才那没拍好，得会放的多点。好吃。对，没错，半骨，时间长不吃骨头了，馋了，确实馋了，不吃肉就馋。哎，你说半骨怎么这么好吃呢？喜欢蟹排的朝这蟹排上点两下。蟹
谢谢大家。攒了一个星期才攒了四只小鸡排，都不好意思让你们双击666了。扣个333吧。你们老让我吃猫啊、狗啊、驴啊、兔子的，哎，这是啥？还有这个，这才延吉大酒店。透吃凉啊。现在在延吉，明天大连见啊！有没有约我大伯见的？就上长白山没有约我的。逮肉。宝宝们，我一个视频吃完这五个大肉馒头，如果能吃完的话，给我一个双击。